在澳门有个传说，如果一男一女再次见面的话，那他们就变成情侣哦。你有病啊！那这样子吧，下次如果再次见面的话，那我做你的导游 ，OK？ 不要跟住我。如果是单身就不要来了，因为会很孤单。今天早上呢，我遇到一个锁楼啊，他说在澳门如果一男一女可以再相见就一定会相恋。我说他是气心的，长得还不错，如果再让我遇到他我会嫁给他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好，我是 Danny， 你是？我是 Julianne。 很好。Baby， 我们要在一起，在一起，一起，你不要怀疑。Oh baby， 我要紧紧抱着你。I'm sorry， I'm sorry， 如果让你很难呼吸。当然了，我真没来错。咁大个人都唔识绑鞋带嘅。哎，大哥出嚟。那，这里已经被世界定了艺术价值最高的地方。以前很多航海者，因为有一天遇到海盗，他们很怕，可是没有被伤害，而且很安全，所以为了感谢他们起了这个地方。哇，你好像很有学问啊。其实我挺有眼光的。我单嗰时候咧，我就呢个地方噶啦，够静啦，同埋咧够舒服嘅。不过今日就唔同啲啦，因为今日咧我带我自己中意嘅人一齐嚟个地方，一齐分享。
索隆，我信佛的。啊！呢位靓女，呢位靓女，系你啊，你啊，你系靓女咩？叫我。诶，系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错错错错错啊！等我帮你睇个面相咧。嗯。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咧，你呢一趟嚟系要解你家族嘅命运噶，系咪啊？系啊。嗱，你嘅面相咧，其實係唔錯嘅，只不過呢幾年缺少啲元素，但唔使擔心喎。你嘅幸運之星咧就嚟降臨噶啦，俾我計下先。嗱，呢幾日嘅新事你要注意啦，佢將會出現喺你身邊。只要咧你同佢喺呢一個八星之位接上一個世紀之吻。咁你家族嘅毒誓咧，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噶啦！真嘅？系啊，真主都冇咁真啊！谂起都令人羡慕啊！Baby